是智列长。那现在在饭店车程只要两分钟的吊点店在那边。就它是对面的一个玻璃。好，现在就来电脑看吧。红豆海胆。哇，哎呀，终于，啊，纳尼？好了，该回饭店吃早餐了。好，早上打归了，那就来饭店吃早餐。饭店早餐超丰盛的耶。好，你看我刚刚夹了什么？这个欧姆蛋还是自己选，你自己选配料加进去啊，然后厨师现做，超赞。OK， 吃早餐。纳豆。纳豆饭，我上次挑战过一次，我觉得有点恶心，这次再挑战一次。好，要离开饭店了，那么最后我们再欣赏一次这个美景吧。要看海豚秀。这边啊，你的一般都要搞好的。冲绳欧龙啤酒厂，有这个要事先预约才能参观，会给你啤酒试喝，那司机就不能喝，他给你一个无酒精的徽章。可以试喝哟。
是不能拍，不能录影，所以没有录影，对，就只有照片。好，现在到了，恩纳村这边的万座毛。万座毛是哥吉拉里面那个哥吉拉，1974年哥吉拉对机械哥吉拉的对岸面西萨王的沉睡的地方。这就是西沙王。只有他的歌才能够唤醒西沙王来。餐厅还有一些小饰品的店，来逛逛。现在来到是我们第二天住的饭店，那它是 WBF 饭店集团新开幕的一间在冲绳那霸市的，叫做 Hotel Aqua Sita Naha。对，那它。是今年10月21日才开幕了。那我们在他还没开幕的时候就已经先预定这间饭店，因为看到他的预览图，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泳池，给大家看看。那他除了泳池呢，还有这个很棒的一个 bar， 一个酒吧。这是饭店的迎宾吧台，这边饮料都可以免费的自由取用。饭店介绍到这边，那我们先去吃晚餐吧。这是位于我们现在住饭店对面斜对面的开胃食堂，24小时营业。所以这是冲绳料理，去吃看吧。行，好卷。哈！哎呀，丁娜，好冰的。